这儿擦擦。好的，我再安排人打扫。About all is the Atomy brand ugly of Jinda brand. Now let's look at a set of data. Up to the third quarter of 1999, based on data from DCCI Internet data, the top three brand of Chinese maker market. The first is Olay 9.1%, L'Oreal Paris 8.7%, and Jinda 6.2%.And the other company are all below 5%. So the new mainline Bingxin has replaced last version Yu Xueqing. The newest product Ling Luxiang has reached Atomy marketing goals. Well, Art Island Company is a newly developed company like Jinda. We have been developing the Chinese market for a long time, but haven't seen.Any progress. So we want to cooperate with Jinda.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Bingxin and would you like to buy this product line? Okay. 他说我们爱琳公司与君达一样也是后起之秀。这两年我们久攻中国大陆市场不下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与贵公司进行强强联手。我们法国公司的总部呢，对于贵公司的冰心系列产品非常的有兴趣，所以我们很有诚意洽谈接下来的项目。我很关心你们的诚意价是多少。I'm curious about your price. Jinda estimate value is 6 million 人民币。他们对君达的市场估价是6000万人民币。龙正，这牌子是你创的，开多少钱，你定吧。我们出价2亿。Our price is 200 million. 他在吗？你干嘛？你男朋友在家吗？他去福建帮我上货了。你找他有事儿吗？陈启明，你不是他对手。我不找他，他跟我没关系。我找他干嘛？我找你，你跟我有关系。我来是想告诉你。你所有的一切，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这房子，包括你的手机，都是你给的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我从来没跟你要过一分钱。是，你没有问我要过一分钱，
都是我自己建。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建。我是真心对你好，到今天什么结果呀？啊，我为了你一无所有，家破人亡，你觉得这样对我合适吗？启明，我们的事儿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求你，真的求求你，我真的爱你，你找我啊？啊，坐吧。什么事儿？我正录节目呢。
录节目不在这点时间啊，你先坐。魏源，听很多人讲，你最近在栏目组里很不好合作啊。谁说的？是慧东吧？不光是慧东，上期的节目他把我拍的那么难看，一定是他来你这告状的。还有邵飞、孙军他们也这么说，啊，说你到栏目组的时间不长，脾气长了不少。小人还真多啊。魏源，我劝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。你现在还不是大牌，听说你和于敏要争什么娱乐大典的栏目主持人。我们栏目的收视率现在也在提高，娱乐大典是我们台的王牌节目，我当然想争取。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你不就是个艺校毕业的学生吗？我们电视台凭什么指名要你啊？你以为我们真看上你了？你背后的那个老板再有钱。主任，我是凭我的本事吃饭，我背后能有什么老板啊？你还让我把话说白吗？啊，在你身上发生的童话故事还少啊？你还以为你自己真是白雪公主了？你背后的那个老板要是不给你掏钱了，我看你在电视台怎么混。主任，你能把话说清楚吗？你还叫我怎么说清楚啊？你就拍了两个广告，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张台都不用说话，我就可以把你开了。老板，给我们公司拍广告的女孩魏源来找你。她来干什么？她拿的是电视台的记者证，说是有重要的事儿。嗯，让她进来吧。稍等。魏源来了。喂，那你先出去吧。来，魏源，喝口茶。坐吧。干嘛呀？这是？肖总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是怎么有的今天。以前我还天真的以为是我自己运气好。原来是你一直在帮我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不需要感谢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一呢，你身上有我老婆以前的影子；二呢，你是孤儿，我也是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有十几年了，这十几年也是我人生当中应该算是最好的年头吧。我跟我老婆一块儿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只是不希望你经历那些磨难，尽快成功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？不需要。哎，说着说着还哭上了，啊？行，那你汇报汇报，你这个在电视台工作情况。老板，魏源在电视台干的还挺不错，他主持的节目收视率还挺高的。他说他还想主持那个
什么那个娱乐大典。娱乐大典？那什么，你就帮他把这事办了吧。是非要办成吗？帮人帮到底。好，我明白。老板，钱放这了。哎，好，吃好再来啊。哥，剩下的以后我还给你。先生，您的面。行，那这么说啊，我得吃饭了。两天你过生日，想好怎么过没？没想过。小心烫。去趟澳洲？太远了。那你再想想吧。想好了要什么礼物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你给我的东西够多的了。我要的又给不了。给不了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陪着我，像以前一样。以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我怀念那样的日子。算了，我就是随便一说，快喝汤吧。真麻烦你啊，师傅。哎，没关系，这是应该的。你也是做善事嘛，下午我就把它发出去，你放心好了。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我在任汉源县县长的时候，抓的就是两普工作。哎，老赵。99年教育。找你半天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这。哦，你接着说，接着说。99年教育部两普工作的时候，表彰奖励就由我们汉源县，这个是2000年两级工作单位先进县的名单，教育部发的。四川一共有8个县，就由我们。至于我个人，99年拿过老乡会先进县委书记，还获得过先进个人，那上面都有。哎，你觉得你身上什么特质最适合我们军大呀？你是谁啊？你别管我是谁。我呢也不管你做过什么，然后得过什么奖，你就告诉我，你能帮我做什么？喂，哎，刘老师，我是韩林，我刚才邮了一批东西过去，大概1个礼拜左右到。啊，没事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秀秀给我邮的信和成绩单我已经收到了，我也给她买了礼物，等东西到的时候你替我送给她。行，我有时间我会再去看他们的，帮我问孩子们好。嗯，再见。
哎，扫干净啊，这些太多。哎，这里有烟头。对对对，这上面全部要把它收好。哎，过来过来，这里这里有水，这里有水。哎，刘总你好，昨晚有一个叫陈露的女孩子来找过你，因为你不在，然后她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我已经上娱乐大典了，现在成了我们台里金牌节目的主持人。下午刚刚录完一期，挺好吗？我知道又是你帮的我，所以我想请你吃饭，好好谢谢你。没必要，真的真的。不行，我已经定好位置了，你一定要去。真不用那么客气，一定要去。行，上车吧。刚在楼下就看见你了，冲你挥手，你也没看见。你是这儿的老板啊？聊聊。聊什么呀？还有什么好聊的？从你走了之后不久，我就知道了，你是被陷害的。天堂俱乐部也是你吧？嗯，哎，来了。哎，正好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大学同学，也是这儿的经理刘源。你好。你好。
魏源，这不用介绍了，电视上见过。来来，里面请，快快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还来啊？今天怎么不能来？今天不是……没事，我就是问问。哦，对了，把强仔叫来。啊，你这边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呢，这些忙呢都是这位哥哥帮的，你得谢谢他。怎么称呼？强仔。来，强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对不起，我一点酒都不喝。强哥是这样子的，这杯酒呢是妹妹我谢谢你的，所以你就喝一口好吗？对不起，我一口都不会喝。肖大哥。嗯。不是啊，行行，我说句公道话，我从认识强仔开始呢，我就没看过他喝一口酒。如果你今天呢有本事让他能喝一口，那我就长见识了啊。强哥，你就给妹妹我一个面子，喝一点点好吗？就喝一点。我只会喝水。肖大哥，你帮我说句话呀。那个，行行，回来回来，那回来吧，我搞尴尬了。从我认识他开始，他确实是一口酒都不喝。我陪你喝，行吗？我替你喝，啊，来，我替你喝吧。喝。
今天你过生日啊？许愿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对不起啊，不是今天，是昨天。昨天、今天蛋糕吗？外面挺忙的，你心里还有我吗？有。你要是不想回我们这个家，你干嘛还要回来？你要是不想回这家，你就别回来呀！你不回啊！我也不想见到你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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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冉，王八蛋！像广告的问题吗？那要不然改个时间再过来吧。老板，这事不能再拖了，这事关凝露香的销售问题。那我就简单的跟您汇报一下，关于凝露香现在的广告，我们做过市场调研，怎么说呢？毁誉参半吧。我和老周认为，我们应该对凝露香进行重新的定位。我们跟创意部讨论过，应该做一版贴近生活的广告，主题就是生活，也就是营造生活氛围。生活，
你能告诉我生活是什么吗？生活就是一个耳光接着一个耳光，把人从梦里打醒。一会儿就好了。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失眠。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。
起，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，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，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